冲突爆发。关键是警察把他们全抓了，毒火遵义没有用，闭嘴。断头崖上惊险对峙，为什么要逼我，为什么要报警？丛林法则下，这林子埋太多了，不介意把你也埋了。人性注入黑暗。你也知道我的秘密，是不是我该把你也杀了？要是我们早点合作。不可能，我是兵，你是贼。我们一起控制这片林子，把他们都干掉。普法栏目剧周末大雪封山第三集正在播出。我叫你打开，放我走怎么样？对不起，我是警察。队长杀熊，着火了！这火烧得太蹊跷了，天不亮谁都不许走。他妈知不知道那张熊皮脸这命案？这林子埋太多人了，我不介意把你也埋了。走！知不知道那张熊皮脸这命案呢？人命啊！我这人就死在下面。队长，我觉着咱们可以谈谈条件。汪队长，您杀熊的事儿，我一定不会告诉别人。我想到一个人，他有设备能帮到咱们。哥，你哥不是警察吗？队长杀熊。将巫山大雪封山，把林真墨和罗迪一起解决。都懂用了。大雪封山，现在形势多好。视频，哎，你干啥去？我去拿资料啊。拿什么资料？不能去。哎，你就跟他去吧，我在山下警务站等你们。双峰林场胡林对罗迪举报说发现熊肉，怀疑与一个月前林场断头崖附近猎人意外死亡有关系。你刚卧底回来，林场的人谁也不认识你，我希望你过去看看怎么回事。这就是罗迪，有消息说双峰林场附近出现一张熊皮要交易，这与罗迪发现的熊肉很可能是一个案子。伪装好身份，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报。哥，你陪罗迪姐去吧，你们的正事要紧，我一会儿去追你们。我还是跟你去吧。那我走了。哎，林雪，你注意安全。放心吧，下山的路我认识，我一会儿去追你们啊！慢点。走吧。马英，你逗我呢？这种事情有什么可逗的？专注着。云姐，没错的，那小姑娘真住这里。我估计应该是进林子了吧？要不咱们进林子分头找。成吧。青牛，你和威子，达子和陈生，你和我。
赶紧，还是你会安排。找辆拖拉机，帮你把车拉出去。谢了。咋了？你不是黑车司机？我是来保护你的，你信吗？骗子！你咋不相信我呢？队长，你看，稳着点，我来说。别紧张。你俩咋来了？啊！我们去找李警官。我驾照不是在他那儿吗？正好带着罗队，跟我去说说情。哦。李警官进城了，今天回不来了。大雪封山了，进不来也出不去，墙上雪整塌了。封山了？哎，那你们咋下来了？穿着偷鸡被老强抓了。偷鸡？这样，你俩跟我去村支书家一趟，看能不能商量商量。哎，行。好吧。你跟了勇哥几年了？三年了。哎。没少赚吧？哪有，勇哥不动大东西，能赚到啥钱？哎呀，那你们自己去打大的不就好了吗？谁敢？勇哥要是知道了，我们还混得下去吗？咋？不想跟马勇干了？勇哥不要那70万，我家穷啊，我可得要那钱呢。青牛哥，您是袁姐身边的大红人啊。你可得听我美言两句。有的时候我是真想，盗猎为了钱，70万，烫手。袁姐，我有我的底线。不过说白了，就是我懒，靠山吃山觉着方便。我跟你不一样。有啥不一样？你是真盗猎的，什么都不放过。好笑吗？我头一回听说过盗猎的，这样安慰自己。偷狍子跟杀虎是一样犯法。袁姐，我有我的规则，你有你的道行，
能找着林雪了，我就拿2万块钱，70万我不跟你争。哎呀，当女人真好啊，一个月还有几天公休。哎，队长，你说这男的要是一个月也来几天事儿，是不是也能光明正大的歇几天啊？忽略了个啥呀？我说实话呀。队长，好了。好吗？打听过了，是雪崩封的山。那看来真得山开了之后再走了。是民宿在藏獒。美女，发现东北虎了。里边了没？没找到啊？威子呢？这小丫头片子，跑得还挺快呢啊！太能跑了你，累死哥了，你可得给哥点补偿。来，先让哥亲一口。来，放开我！喊吧，喊！这么大林子。青牛没救了，就是这小丫头。没错，就是她。勇哥，救我呀！救！没打到动脉，死不了。哥，啥呢？雪儿，林雪儿，你咋了？哥，他们要欺负我，哥。妞，你
你认识啊？她是我妹。啊，都来了，快！勇哥，勇哥，这小妞找着东北虎了。嫂子，你们来打老虎？哎，这事儿跟我们没关系啊，我们只是带路的。大雪把山封了，我们来赚点小钱。不信你问袁姐。汪队长好。找到东北虎了！你是坏人！你杀熊，你别跑！公安，警察，小雪，杀熊这事儿可不能冤枉人呐。是啊，林雪，这事儿绝不能冤枉人的。老天爷，你怎么了？证据不是在你身上吗？证据呢？证据呢？林雪，你不许胡闹了，跟哥走。证据哥。你别闹了，跟哥走。哥，你是警察，他们欺负我，你不管啊？我们有证据，不怕他们胡说八道？赶紧走！站住！丫头，东西给我。这事儿，我这。姐，你怎么杀人了呢？放下，放下！我劝你不要轻举妄动。搞什么？别他妈废话！开了山，我们都得进监狱。黑子，拿证据。东西给我。汪队长，你要的人我给你留下，我要的人我带走，咋样？都这样了，谁还能走？哎呀，什么怎么回事啊？都已经出人命了，都死人了，你们知不知道啊？你还搞什么？王队长啊，李明生在外哈、啊。你跟你小弟呢，如果帮我找到东北虎啊，我在70万上面再加10万给你们护林队当过路费了，好不好？汪队长，
跟你商量是看得起你，谁手里有家伙，谁说了算。哎呀，袁姐呀、啊，都已经这样子了，何气生财了？你们跑不掉的。等开山警察进来，你们一个都跑不掉。丫头，闭嘴！我为什么要闭嘴？你还怕我说出什么真相吗？你一直都以为你是一个正义的人，没想到你坚守自盗，跟他们同流合污。没有，没有，没有。这位小姐哈、啊，你就少说一句了，好不好啊？这样，我们找到老虎以后呢，我放你走了，好不好？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你们最好快点醒悟，把我放了，去自首。黑子，把嘴堵上。堵我嘴也没有用。等警察来了，我会把一切真相都告诉他们。你跑不了。你也跑不了，你们谁都跑不了！闭嘴！你为什么要逼我？为什么要报警？为什么要逼我？为什么？是你逼我的！队长，你搞什么？干嘛要杀人呢？关队长，我们回去谈谈吧。搞什么东西呀、啊？你们的事儿，我和我兄弟不想参与。人也替你们找到了，东北虎也出现了。我现在拿我的钱带我的兄弟下山，想挣钱啊？那你得看你有没有命活着。马勇，你想下山，我不拦你。你问问你的弟兄们，愿不愿意跟你一起下去？勇哥。我想挣这笔钱。大哥，几条人命都搭上了，咱也得让我们挣点跑路钱嘛。答应你们，我走不出这片林子了。你说呢？你们两个，你们觉得你们有命挣这个钱吗？多好的林子啊！一夜的大雪就会掩盖住一切。喝点水。谢谢哈。袁杰果然厉害呀，青牛死了一点都不伤心。在林子里讨生活的人
命早交给林子了。这话对你对我都挺合适的。真是见了鬼了，这林子十几年都没有出现东北虎了，这倒出来一只。盯了十几年的林子，让一只老虎给叫了。这林子大了，什么秘密都能藏得住，要不是因为那只熊，我还不知道汪队长跟我是一种人呢。你啥意思？没什么意思。哎呀呀呀，好了啦，好了啦！哎呀，什么什么意思啊？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要找老虎了。大家出来都是讨生活赚钱来的吗？袁姐啊，我能不能提个建议啊？我们能不能不要再杀人了？难道我们想杀人呢？还不是为了那张虎皮？陈先生，一张虎皮80万，不忽悠吧？不忽悠啦！你最好别忽悠，这次买太多人了，我不介意把你也卖了。你没死啊？别看了，都冻僵了。本来不应该这样的。林子的事谁能说得清楚？林子有林子的规矩，就是太可惜了，年轻轻的。别惆怅了，认死不能复生，还是先搞活的吧。你跟我上去。你能不能帮个忙？
帮你抓他们呢，帮我救我妹，她是无辜的，她不属于这边人啊。兄弟，我都自身难保了，我怎么帮你？能活着就不错了。你就不想将功赎罪吗？警察同志，你都这样了还牛逼呢？侄子，帮你也行，开山之后放我走。信不信我现在就能弄死你？我不信。你不是那样人，我了解你。哎，这个王八犊子，你别废话了行吗？帮不帮？撑。哎，林小姐啊。哎，只要你配合我们，我们保证不会对你干什么的，好不好？啊！表舅，你杀了我哥！我杀了你哥，难道你没杀人？我能解释得清楚。小丫头，姐劝你还是别太天真了啊！就算是过失杀人，你也得在里面蹲几年。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在监狱里度过，你不觉得可惜啊？林小姐啊，你看哈，只要你呢。能带我们走到东北湖，我帮他们担保了，他们绝对不会把你的事情告诉你。那你们拿什么保证？我告诉你们的湖的地址之后，我还能活着？这还真是个问题。女人不会为难女人。我也只能这么跟你说。哎呀，小妹妹啊，你看啊，我们这样好不好哈？你帮我们找到老虎以后哈，他们两个人要是敢对你怎么样的话，我一分钱都不给他们了。我可以告诉你们，但是你们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哎呀，我们都说到这样子了，跟你做生意好麻烦啊！啊，你说了，你说了。你们要把我哥的尸体找回来。太多，快去快回，小心点。陈生，我要是真对那小丫头下手，你还真不给我钱？哎呀，怎么会呢？我骗她来的嘛。走吧，等我上去。
张大，阿勇，这次能逃出去，我发誓，我再也不进这片林子了。哎，笑屁呢！你系身上，我拉你上来。你咋回来了？我是盗猎的，又不是杀人犯。你还算是个好人。好人你就不抓我了？不成！不想跟你废话，赶紧上来。云姐啊，我跟你说过啊，我们出来了就是为了求财来的嘛，对不对？真不应该杀人啊，不应该啊。你别喝了，去看着那个小丫头。最后一瓶，最后一瓶。喝你妈的气！我跟你说啊，你要是把那丫头放跑了，我把你脑袋拧一下，把陈生扶回屋去。不应该杀人啊，杀人是不对的。你真是想分钱给卖肉的小弟啊？你啥意思啊？没啥意思。我王天和这辈子最恨背信弃义的人。要是我们早点合作，不可能。我是兵，你是贼。哎呀，你完全可以投案了。俺娘咋办？娃咋办？我累了。这次分完钱，钱给他们，我亡命天涯。亡命天涯？你就没有想过继续在林子里当你的护林队长？可能吗？不可能！知道你秘密的那些人都已经死了。你也知道我的秘密。
你走了，护林队还会来新人，不如你留下，我们一起合作，我们一起保守秘密，多好。真相啊，你跟抛弃俺和俺娃的那个女人眼神一模一样。你是骗子，你们他娘的全是骗子。我是真心想和你合作，我们一起控制这片林子。至于知道我俩秘密的人，林子这么大，让他们自己去林子里解决好了。把他们都干掉，也包括陈生。拿到钱，你说了算。孤立无援的林雪在自我保护中打死青牛，打伤V字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其他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禁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袁姐持枪打伤林正茂和马勇的行为，汪队长持枪杀害罗迪的行为，已经涉嫌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在本集中，我们看到断头崖前，在林正茂、袁姐、汪家和、马勇、罗迪等人剑拔弩张的对峙中，惊吓过度的林雪说漏了嘴。为了掩盖之前的罪恶，穷凶极恶的汪家和、袁姐残忍地举起了枪。他们自以为大雪可以掩盖住他们的罪恶，但是失去了对法律的敬畏。当他们信奉起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时，他们内心的黑暗必将会把他们自己吞噬。现在共同的罪恶把汪家和与袁姐捆绑在了一起，他们还在打着东北虎的主意，而死里逃生、身负重伤的林正茂为救妹妹林雪，同时也为了正义而苦苦支撑着。这片被大雪覆盖的山林里，即将上演一场悲壮的对决。今天林子，你不该来。林子里的事情都得在林子里解决。王家和，这林子够魔性的，两个死人都活了。坏了规矩的人出不了林子。我相信，邪不压正。又一个知道我命的人死，下辈子见了。你爱是非，我只知道犯法，佛法。